见我祝白云城生日快乐，横行万里。昌盛科技园创始人白云川生日快乐。近日有网民上载影片，话多位明星同缅北四大家族白所成之子白应昌庆生，引起了网民热议。据内媒起底，在缅甸果敢自治区老街，四大家族控制着所有的矿产、赌场、地产经营等，白所成家族是其一。近日白所成的二仔兼昌盛科技电诈园区创办人白应昌高调举行30岁生日宴会的现场画面被网民曝光。网传影片显示，他邀请了多位国内的明星网红录制影片为他庆生，其中有港星曾志伟、王一飞，同埋内地国家一级演员杜旭东、著名相声演员侯耀华等。对此，其中一位艺人的经理人回应话：唔知道嗰位明星系咪录过呢一段片，仲话嗰位明星系唔会同呢啲人录嘅。仲有一位经理人话：影片系多年前录制，不过嗰个明星并唔知道佢录嘅时候祝福嘅对象系边个，亦都唔认识白应昌。话而家有好多人揾艺人去录影片，有时候艺人会碍于情面而录制，但系祝福唔代表支持。